原标题历史故事一代雄主赵匡胤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，宋朝的风流是我国历史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既有魏晋的风骨，又有唐朝时壮丽的一韵，还有江南的温婉。不得不说，宋朝是承前启后的年代，结束了长久以来的分裂，使中华大地达成了统一。当然了，由于杯酒释兵权，造成了宋朝长久以来的五运衰弱，使其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。这是一个民族饱受欺凌的时代，也是一个人民奋起反击的时代。说起赵匡胤当皇帝，传说真是很多很多，而且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赵匡胤于公元927年农历2月16日出生在当时后唐都城洛阳的一座军营里，这个军营当时叫做加马营。加马营赵弘殷将军的家被一股红光紫气笼罩，左邻右舍以为发生火灾，赶去相救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惊讶之余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认为这是天线异象，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情。就在众说纷纭之时，赵弘殷家生了个儿子，生儿育女的事家家都有，并不是新闻。但是赵弘殷的这个儿子却是与众不同，因为婴儿降生时一股奇香裹着这个刚刚来到人世间的小肉球，香气四溢，精素不散。还有说赵匡胤出生前，他的母亲就是后来的杜太后，梦见太阳钻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了。其实这都是为了增添赵匡胤成为皇帝的神秘性，后来人编出来的神秘故事。这样的故事只能听不能信，不过这件事后来越传越玄，把精素不散传成了精月不散的。这座加马营也因为这个传说后来被改造香孩院了。由于出身于将门，赵匡胤自小出入于军营之中，耳闻目睹，潜移默化也爱上了军营的生活，骑马、射箭、舞刀、弄棒，这些事儿他都喜欢。军营里的将士们都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小孩，闲来无事总要点拨一二。赵匡胤天资聪颖，一学就会，久而久之习得一身好本事，很快他成了洛阳城里的孩子王。据说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骁勇善战，赵匡胤受家庭影响，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，只是在家练满足不了成为武林高手的欲望，后来他就求学于少林。学习武术是一个修习的过程，更不用说是在少林寺中学武。宋太祖在少林学习拳法，从一开始的练动作到后来组合动作的身法，从初级到出神入化的过程，慢慢体悟到里面的禅学、佛学的博大文化。展开全文，赵匡胤在少林寺中不仅创作了流传至今的太祖长拳三十六式，而且对乱世中的生活哲理开始积淀，这对于他以后夺取皇位并守得住皇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宋太祖身在古寺，却看得到暴君酷吏大小统治者在连番角逐，使得中原大地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。赵匡胤在21岁那年离开少林寺，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他漫游了华北、中原、西北的不少地方，都未能如愿。赵匡胤到处游历，一天在襄阳一座寺庙里住下，有一个老和尚善于看相，看到他之后说，我把我所有的全部资助给你，你往北去会有奇遇。他在北上的途中遇到了当时正担任后汉书密使的郭威，郭威此时正在招兵买马，于是身强力壮精通武艺的赵匡胤就投到了郭威的旗下，因为精明能干，不久就成了一名亲军小校。李守贞叛乱，后汉帝国命郭威讨之，赵匡胤在郭威的帐下屡立战功，受到器重，屡立战功。951年，
郭威篡位称帝，灭后汉帝国，建立后周帝国。24岁的赵匡胤就在后周做了官，可谓是有了从龙之功，更加受到倚重。郭威派赵匡胤到镇州办事，认识了刺史柴荣。柴荣是郭威的妻侄，郭威没有儿子，收柴荣做了养子。柴荣喜欢赵匡胤，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。后来就在这个位置上，赵匡胤不断攀升，赵匡胤与郭威的义子，也就是后来的皇帝柴荣，一起在开封府任职，一个管政治，一个手握军权。954年，郭威驾崩，养子柴荣继位，带领后周帝国攻打北汉帝国。赵匡胤随柴荣出征，地位越来越高，成为大将。959年，柴荣驾崩，仅七岁的柴荣之子柴宗训即位。此时，赵匡胤掌握兵权。赵匡胤上演了一场戏，让大家拥立自己为帝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。赵匡胤建立北宋后，眼见天下割据势力林立，便对宰相赵普说：“我睡不着觉，因为卧床以外都是人家的地盘。”在赵普的帮助谋划下，赵匡胤在平定李云、李仲俊叛乱后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改革军制，发展生产，巩固统治。经过两年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的准备，确定先南后北、先易后难的战略决策，决心通过战争创造统一局面。遂于建隆三年962年9月部署兵力守卫西北边境，防止辽契丹、北汉南略，选择京湖为突破口，挥师南下，开始了统一战争。赵匡胤作为唐末五代十国混战局面的终结者，宋朝的开拓者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。他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，心地清正，嫉恶如仇，宽仁大度，虚怀若谷，好学不倦，勤政爱民，严于律己，不近声色，崇尚节俭，以身作则等等，不仅对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，而且身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。赵匡胤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，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地区的统一，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达近70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局面。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，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，为社会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、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